弄好了。我们要稍微把它摊开。好，是。把摔一下，上上下下。刷，好好了，好了。啊，你坐你的位置啦，你紧点。那我自己来就好了，加一点呢。好了好了，先拿一盒牛肉还是什么？啊，吃完再煮，先摆。来一起吃了，吃完再煮。哎呀，紧来吃。你紧吃，你也无吃啊。我是大口，咱就吃。我嘛做大口啊。嗯啊、我自己来，你做了，来来来，妈妈自己来，自己来。OK。妈妈自己来。那个，他那个鱼豆腐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你为什么要起来？犯规哦。先吃饭，有没有认真吃？都没有讲吉祥话哎。今年有没有想到猪年的吉祥话？炸翻天。猪哎、欸，猪怎么？猪还炸翻天。那个不是吉祥话。不要的，不要了，不要。哎，真好哦，猪自己很赞哦。这样个人头可能还没好，对啊，感觉很好。有很多吧。要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好吧，再见。来，来最大的，最大最高的姐姐一包。来，然后第二的，谁是第二？第二高的，第二高的举手。第二高，你不是第二高吗？啊，然后第二矮的，倒数第二矮的。哎、欸，什么样子？要讲好话。啊，嗯，好，那就是你吧。倒数最矮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你啊。倒数第二矮的不就是你？倒数。爸爸，我刚刚把红包给你。赶快讲啊！是不是？当然了。赶快讲，赶紧。姐姐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，不错。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。哎，去叫妈妈保管，还没。英文有拍吗？都好了吗？好了。你在花抖了吧？为什么没有金伯宇？你在花抖了，为什么没有金伯宇？你在花抖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个金伯宇在辅助了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摸墙了。滚！男裤子摸肚脐，男裤子肿的不行啊！为什么摸肚脐？我来讲，例如啊，为什么？我使劲的摸肚脐，你刚刚在裤子，哎呀，大肚子还要摸肚脐，上班两个冬天，首天一个月看蹲下去，这没有关系。哎，但是跟猪一样趴在那边吃啊。哎，你像猪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因为他的那个关卡的那个挑战上像猪一样。那金伯英根本不是猪啊。金伯挺小心啊，其实他应该是北京女。不过你那边照的有像那个猪吧。这个最像啊，这个就第一名了啊。长得像啊。他吃得像。啊，那是他的吃哎、欸。这哪是猪啊？这根本不像猪啊！它是美少女。这个有点像狗啊，这一个。那也不像猪啊。就看。第二个字。洗头，猫头鹰。太简单了啦，怎么是那么简单的？怎么头这样站起来？他没有做底。
点就可以了。您记住了吗？广东方言是。那你没说几个字，怎么猜？他还在想。